按我关台，你以为有这么简单吗？是的，我要改标题跟分类。哎，我难得有时间可以开台，不然我月底我要去日本，我没时间开台。哎，可是我去日本，我可能会开。预计要开到吃早餐，不会啦，开到开到 LNG 开台吧，今礼拜六嘛。喂，今天20点就订阅，谢谢。想吃自己打。LNG 连开2周，今天不期待了，是哦。那看样子今天开的几率不大哦。标题叫做“把你的尾巴交出来”，好可爱哦！哦，帮忙切一下啦！把你很久没看台了，做事啊！好，肥夜晚安。没天神和阿森是不是比较好狩猎？不好说。哎，我可以先去拿个吃的东西吃吗？我先去拿个吃的东西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饿。你要连开七天了，有吗？没有吧？
好了，我要去，我去拿个东西。今天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我有没有吃的？这超好吃，咦、嗯！在吃的时候，我们先来看动画好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干嘛。咦、嗯！我刚刚很顺手的拿起这个手把，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没有动？超靠背的。没看过哎、欸，我没看过。这也是跳舞的，是不是？3DS 的吧，它上下切看起来是 3DS。 年鸟，欸，夜鸟，有，我去翻交易猫的东西。橘子，是橘子，一整块的橘子在里面哦，超棒的，还有很多橘子，一整块的。我就是我有，我现在饿了都会吃一些比较，虽然这个很甜啦，可是反正至少比炸的好吧。但我之前都吃很多
咸酥鸡什么的，好久没吃咸酥鸡了。小杰副笔是谢订阅，感谢订阅，谢谢。还有一只大黄，感谢。哎，小杰副笔是你要按 F5 啊 ，F5 那个表符才会出来。LNG 今天不开哦，是哦。那我可以开晚一点。我现在买不到炸汤圆了啦，这时间。马德害我花了三分钟切出去画面，切 BOD 陪我三分钟。没关系，我刚刚那三分钟我不在，我跑去拿东西，刚刚好，我跑去拿果冻，所以对对对对对，稳的稳的，我都帮你算好了。哎，阿凯安娜23个月，谢订阅，感谢。为了感谢您的订阅，给你一块橘子吃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忘了你在减肥，我帮你吃掉。嗯，这 MV 好久、哦、啊，这应该是破关的画面吧。巨兽，你的体重是不是又要上升了？这个还好吧，总比我吃鸡排好吧。我超想吃鸡排的，我是很久没吃了啊。哎，我先赖一下，我赖一下，有没有人要打魔物？我们因为最近很多实况组在玩魔物的关系，我们多了一个实况组，然后打魔物的群。有人要打集会所吗？集会所任务吗？哎，我打到几星来的？我忘了，好像是。六星是不是？六星下位，欸，上位还下位？上位吗？哎呦，我都忘记有京都在哪里。看一下。欸，可是我又想要自己打，可是自己打又很无趣，还是看有没有人要连线好了。欸，萱姐安呐、啊。我也饿了，老板外送一份鸡排，我超久没吃鸡排了，我跟你讲，很厉害吧？不是超久没吃。五星欸，哟，我才五星啊！上位五星任务。小象在比赛，对不对？小象在国外比赛吼。
真的哦，他已经出局了哦。我今天看比赛的时候，我看到石油王打赢，跟我忘记我看到哪里，然后我的思绪就消失了，我永忘了。君君君，八个月，谢谢。我不能找鲁鲁打啦，鲁鲁的那个 HR 超高的，我现在还在追进度啊。欸，他应该是打单人吧。今天都输了啊，是哦。嗯，去抱大腿啊。不是啊，你也要看人家要不要，也要不要帮你啊？你总不能直接扒着一个 HR 超高的人，然后跟着帮我过任务。他进去根本就是切豆腐，你们懂吗？切豆腐啊！哎，对，还有豆腐哎，靠腰，我还可以再 take 豆腐。小熊儿，哎，安安啊，两大片叶子了耶！小熊，可以。如果没有人要打的话，我就自个儿杀。我可以自己打村庄的任务，我村庄的也还没过。只是我想说，如果可以跟其他实况主玩，也蛮有趣的。哎，丸子安安啊，六个月了，谢谢订阅，感谢。开放跟观众连线吗？嗯，可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会想要自己打哎，因为我会想说过那个，不是不跟你们连，一是我如果现在爬 HR 的集会所的任务的话呢，我相信今天晚上半夜。要不了几个小时，我又要再把那些任务再重新打一次，因为我要再跟着他们爬。我们现在那个进度是一样的，我如果先跑的话，我还是要帮他们再重新杀一次啊。所以如果可以找其他人一起打是最快。我们进度一样的有我、小象、豆腐、天神、阿森没有，阿森已经很久没开魔物了。我就跟卢比还有那个小六讲，你们如果要买那个魔物机的话，赶快跟阿森买，阿森不玩了啦，妈直接弃坑，才买了不到一个礼拜就弃坑。超闸蟹16个月，谢谢。刚入手魔物同捆机，哇，好猛哦，那台还蛮贵的，我觉得。有点贵，可是还不错。本来有想要买台，又想想还是算了，一般的就好。吉林猫蟹订阅，感谢新干爹，谢谢。小象，我真的对不起你啊。因为我在那个赖群 take 小象，所以不要打魔物。然后我你们跟我讲了以后，我又后面又补一句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小象，我忘记你在国外了。我没有讲怎么讲，我就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你在国外了。然后小象就回我说，我输了，然后摆了一个哭哭的表情。呜呼呼呼呼。然后豆腐在喝酒 ，baby， 不。
我有 Switch 带着以备不时之需，哪有人喝酒带着 Switch 啊？笑死我！超宅的。然后小象说：“我其实我也有带 Switch 去国外，但是网络应该不给力。”真的是白痴哎、欸，好好笑哦、喔！这些扳手到底干嘛、啊？笑死我了！喝酒带 Switch 哎、欸。豆腐说：“豆腐说他带着喝酒是以备不时之需。”感觉好好笑。六探出门都带了，不一样哦。没有，出门是出门，你这我不知道。喝酒应该是好好跟朋友聊天喝酒的地方啊。就你去酒吧，然后人手一台那个 Switch， 然后在那边打，埋头打。哎，好像其实也蛮，好像也蛮。哎，那我问一下豆腐要不要脸好了。我们来乱刷，但是他喝酒，喝了酒可以打吗？找鸟屎，鸟屎有，对，我记得他有玩，可是我不知道他进度在哪里耶，而且他不见得在啊。他是开台的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鸟屎。鸟屎现在刚开台，昨天上G位了，这么快，那就来不及啦，跟不上了。他是跟观众一起玩是不是？还是跟路人？不是啊，不要一直要我找餐哥啊！啊，餐餐就他在过自己的任务啊，我不想要麻烦人家带我上，而且我觉得这样也不有趣。我觉得要进度一样的人一起玩才好玩。哦，跟餐餐还有哦，被吹笛子吹上去。哎，贤者安安啊，对啊，会装备碾压，装备碾压就不好玩了，嗯。好吧，我乖乖过村的任务。那我要看一下村庄的关键任务是哪一个，我赶快把村庄打到上位去。咪儿咪儿，不要扒起来啊。六星任务，再次这一次，八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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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今天还在那边刷雷狼龙，因为我在做雷狼龙的装，应该说是武器啊，再把武器升上去，因为刷雷狼龙。
我的衣服超飘飘的，它会亮亮的哦。嗯，喷滚八个月，谢谢订阅。小咪要来玩魔物吗？这会一起玩啊！我忘记吃饭了。哦，对，泡芙妆我也很想打，我也很想做。我觉得泡芙妆好好看。日本造型，我猜他在六号。这只龙也蛮中二的，可是超帅。这只龙超帅，不是我要说超帅，我也想要做这只的妆，这只妆很好看。咩！帅啵！他打起架来更帅。它的翅膀超大的，趁休息时间补充业力等等，继续工作，等待我的 NS 到货。四维者要出现了吗？这个段尾我研究一下，因为我只打过他一次，也是在集会所，我对他不是那么的熟。哎，他一直飞耶，他吃不吃闪光弹？他看起来没有眼睛耶。尾巴。这尾巴都被遮住了。翅膀太大了吧？对啊，翅膀超大。哦，哇，哎呀，没有骑到。给姐姐骑一下，给我过来。哎呀，被轰下来。哇！他感觉吃闪光弹呢，不然他怎么可能？他一直在飞的说，一直在飞很难打耶。下来啊！看他是不是没眼睛啊？他一定没有眼睛，我也觉得他没有眼睛。浪费我一颗闪光弹，还是我没有扔准？对，他是瞎子啊，真的哦，果然他没有眼睛啊，真是的，跟弗鲁夫一样。上去，喵爪，谢订阅。哦，是哦，给我下来哦，下来，哎。喂吧，给我叼出来！
汪探之，汪探之，谢谢订阅，谢谢。哦，世界变黑了。哦，他开，哦哦，他开挂了，开挂了，生气了。他断尾该不会也有特殊的要求吧？贾博士，谢谢订阅，谢谢。不是啊，他不是瞎子吗？怎么看得到我啊？追不到尾巴哎、欸。很难追呢。快了，他用触角感应，原来那是他的触角。哦，把他打回来了。哇，跑了。游戏声音只有从麦克风设定得到。真的吗？太小声吗？这样应该就够大声。刚亮亮的在这，空间感的声音，可以。怎么觉得我冷气又坏了？我冷气是不是又坏了？好扯哦！是不是存心不想给我吹啊？地上爬的蚯蚓，谢谢订阅，感谢。完全听不到游戏声音，现在可以了吧？我调很大声了。哇！耶！尾巴。你确定没收？真的吗？可是它有在动啊，那我跳一下。我的 OBS 是不是当掉啦？
我的 OBS 不动了耶。好吧，我重开一下好了。他现在已经没有回应了，重开，重开。